魔改呆。今天是6月1号，我距离我挑战30天呢还剩下10天。那这20天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其实体重已经轻了接近3公斤，但是体脂肪就只瘦了一点点，就只有2%，然后内脏脂肪也只瘦了1%。那最后的10天呢，我要更加努力 ，OK， 把我的内脏脂肪跟这个肚子给减掉，加油！